今天一个是 Iris Partner 一个 meeting， 一个 Reject meeting， 一个是二语言的课，一个是买了一箱 Nike 的 shoes， 然后没做什么事情，希望明天有一个好的计划。二语言的 project。